像这件很瘦，有没有？它瘦，可是它白板的，那白板的话，它可以露手骨出来，没有关系。这个地方的袖子可以露出来，削肩的，那披一个披肩很漂亮。然后因为瘦的人都手那个脖子很长，然后都会很瘦，这里有骨头，也不能挂项链，只好就把稍微脖子高一点点的包起来一点点，然后只有戴个耳环就好了。那如果说你身材好，袖子不胖，你可以不要披肩。你觉得袖子要很胖，你就可以戴个披肩。像这件哈、很胖，就是真的很胖。然后我这里有下摆的话，就是有它要擦布剪彩，它会显得看不到屁股那么胖。然后为什么我会做两节式的？因为两节式的话就是。妈妈一般胖的人，她还很有腰身，然后要有的这样子的话设计就两节式就会盖肚子。一般妈胖的妈妈肚子会很大，然后我就把它盖起来，然后去看出来她不会那么胖。